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婷。然后我妈在叫我，说来菜园里面看一下，太壮观了。现在我爸在那里，把那个菜园拦一下，走去看看什么情况。看一下，这边是我们种的蒜苗，全部没了叶子。这个是盐须，就是那个香菜。咱们都出菜的，来什么菜？我这是秧苗的。天哪！那五个月都下水，怎么办？这就是我们家的鸡的厉害之处了，全部所到之处真的是没有了，太可怕了。还过两天来看就成了，一平地了。现在是封路啊，完全不让出去，连菜不再不处理，让我们连菜都没得吃了。上面也全部都是平地了，我们家的鸡是确实养的太多了，而且它也不知道回家。看一下，现在爸爸在那边把那个篱笆加固一下，让他们不要进来了，不然我们真的没菜吃了。我们的鸡不是走，是飞，飞鸡。我们家的鸡是飞鸡，不是走鸡，不是走地鸡，是飞鸡。天哪，这上面这个白菜也是夷为平地了，太可怕了。妈妈，那你勤劳是勤劳，但是你没管住我们家的鸡呀、啊。谢了，你管我的，真的是，跟外头的狗狗行了。这个怎么办？你看这白菜都没得吃了。那个得可以吃一点点。确定还可以吃一点点吗？那当然可以吃。你看这个。我这个连我们家兔子都不吃了，等一下。我妈说上面的也差不多了，看来这个菜园是，真的是被击毁了，被击毁了。那我今天就杀鸡吃，好不好？没有青菜吃，我们就杀鸡吃。天哪，这个也是这样了。白的菜都被打散过的好，你看这个大皮的这个叫什么菜啊？这个大青菜都是没有叶子了。妈妈说扯点青菜回去吃，也只剩这个青菜还能稍微扯一点可以出来了，其他的都被鸡吃完了。你说现在我们不能出去，不能赶集，不能上街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妈妈，现在封路啊，饿死算了。那真的是饿死算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太可怕了！你看这个，这个是那个菜心，红油菜的菜心，你看一下，全部叶子没有了。我前面才等弄我手里擦。咦？现在我们拿袋子去装老人，然后下我们的鸡。好 ，OK， 这只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。我们家的鸡实在是太可怕了，你妈妈，我们现在要每天杀一只鸡吃，不然我们家菜园子没得救了。现在的话，我们这边又封村封路。所以说没有办法出去街上和市场上去买，我们要好好管理一下这个菜园了。
好了，朋友们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下方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